这山东临沂的桃我们拉到沈阳去卖，吃桃要注意打的全是防腐剂啊，看看这打药敢吃吗？这样打会不会中毒啊？不管他，我靠，不管他，你们只管卖啊，这气味太呛人。热闹的有了嘛，就是超市里的，说是卫生有啊，其实是些人都有啊。你看，一掐几个几个的，没法洗擦，洗手一掐几个几个的，谁家那有不用刀掐洗手？你看，就像那爬锅似的。现在看，那是7.8块一斤呀，哎呀，没法洗擦。就是刚着打个轮儿，洗洗刚打个轮儿，你看一掐就断，一掐就断，这不是油啊！哎呀，刚着洗完，没法洗擦，就是简直就是没法洗擦，你看。看看哈，朋友们哈，看以后你们还想吃葡萄吗？不吃了，吃了就是罪呀！看看。这是弄的泡大剂，这是泡大剂。两天以后，这个葡萄就大了。太大太大。看见没有？这都是药。这都是药啊！这都哈的药啊！这都是葡萄大。我去沙场岸上过过岸子去了会儿，回来又去了架去了。葡萄大。啊，那还行。看到，看到。这都是药啊呀，这都是药啊呀！看了以后，你们还想吃葡萄？为什么不吃呢？因为它是泡大地，咱不吃它的。看见没有？这大片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